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你怎么舍得把他弃在清池宫不闻不问啊？你愿意养着就养着吧，不愿意养着随便打发到哪里去学艺。打发？看来你已经准备好迎接他长大后对你鄙夷的目光了。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十分不堪了。你说完了吗？这才六万年，你怎么……本尊想换个活法，不行吗？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本来有的，现在没了。你笑什么？我庆幸六万年前没有与你在一起。以后没事不要再来苍穹之境，本尊如今过得很好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。这么快就聊完了？刚刚跑去哪儿了？第一次来随便逛逛。这白冰块怎么变了这么多？我就说吧，这种人没什么可聊的。我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把这一把火烧了。第几次了？什么第几次了？我是来给他们母子俩送点糖人。你隔三差五的溜进清池宫，还玩那些把戏，真当我不知道啊？冰块，你如此沉不住气，久而久之就不怕吴焕发现啊？今夜上古来了苍穹之境，本尊不糊涂。那你为何不拦着？这一个心心念念想见你，一个打断了骨头连着筋，本尊岂能拦得住啊？我睡不着。哎，行行行，再让你见一面，快去快回，我帮你守着。好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听到了一个超级无敌大八卦。什么八卦？你们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听我说。你们都知道三位真神吧？上古时期的时候，那天启神尊的紫月鞭就直接啪啪啪。真的假的？你们几个是没事干了吗？上古神尊元神不稳，需要静养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。走。是，好的。你也站住，不许动。佳韵，你是不是皮痒呀？疼！整个祁连山就你爱嚼舌根子，你这舌头怎么比耳朵都要长啊？小的知错，小的知错。你这嘴巴上说错了，不长记性，得罚。哎呦，以后再不敢，以后再不敢了。疼！小的刚才听了一则八卦，说来能换一顿揍吗？你们刚刚就为这事儿？哎，不是，是关于三位真神的。是否可信？有鼻子有眼的，特别是天启神尊的糗事，那叫一个荒唐。本君不想听他的事儿，不过神界早就陨落，流传下来的故事少之又少。你们从哪儿听来的？哎呀，您就当听个乐吧，要是不好笑的话，您再罚我也不迟。也罢，那你们就将三位真神的八卦一五一十地告诉本君，不许隐瞒。小仙不敢。
神尊。夫人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些都是上古爱吃的，你快帮我挑一挑。没想到神尊你如此细心啊。此笑何意啊？哦，夏君听闻了一些神界的八卦，是关于白绝真神、上古神尊和您之间的三角过往。哦，仙界自然传着不少神界的八卦，不足为奇，不足为奇。哦，不过这传闻中都是您的糗事，听着着实令人来气。本尊的糗事？比如说太初殿走水之事，听来也着实可笑一些。你说神尊寝殿如此威严，怎么会闹出如此一幕呢？还有啊，什么装病求爱、争风吃醋，当然还有更可笑的啦。可笑的？也不知道那些小仙为何要如此编排你，这分明就是在刻意抹黑你。那白绝呢？他们是如何编排白绝的？听闻白绝真神英武不凡，和上古神尊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其他的我就不细说了，我怕您生气。传闻罢了，子虚乌有，莫要轻信。神尊，您说是假的，那肯定是假的。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家业。这个兔子舌头真是长，把他嘴封住，以免乱说。既然您说是假的，又何必那么紧张呢？都是些耳食之言，莫要以讹传讹。丑化了本尊倒是不要紧，我是担心伤了神界的威严。哦，那要不这样，我让迦叶当着上古神尊的面去求证，正好他也是当事人，还可以帮您澄清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这不用澄清，也不用求证。好了，我不逗您了，我跟您保证，您的那些事儿啊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只是没有想到，神尊六万年前，虽然是有一点不着调，但还是挺可爱的。啊，我觉得只要把家业的嘴给封住了，这些传闻就可以止住了。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兔子精给你逮过来啊！哎，都是传闻，不足为奇，莫要轻信啊！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假的，假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，不敬真神可是重罪。小仙糊涂，道丁徒说了一些耳食之言，如今真的知错了，还请神尊恕罪啊。神尊宽仁，只是封住了你这张大嘴，要是换做本君啊，非得把你这双兔耳朵给你拔下来不可。你们觉得传说中的白绝和苍穹之境的那位比，可有不同？简直天壤之别。苍穹之境的那位委实让小仙生厌，那本尊与白绝比又如何？自然是神尊强上白绝神尊百倍。对，神尊英明神武，有情有义，断然不像传闻那般幼稚可笑。对对对，神尊你在天界可是玉树临风，德高望重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如此说来，那白冰块可比本尊荒唐多。起来吧，本尊不罚你了。多谢神尊，小仙以后一定管住自己这张大嘴，再也不会相信这种荒唐的传闻了。那些个荒唐的往事，你们若是不说，本尊怕是早已经忘记了。六万年了，现在想想，着实有趣的很。那些传闻莫非是……神尊，我突然想起，景剑还约我去人间游玩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得先走了啊！哎，走走走，快走走走走走。